我是月儿，我是马叔，我是东东，我是七仔，我是左左。美味的小蛋糕，陪我度过下午茶时间吧。勺子，勺子没拿。蛋糕的香味。哇，原来你在这里。哦，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太好吃了。东东，我的蛋糕。啊，你的蛋糕？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我不要，你还我蛋糕。别哭了嘛，你还我蛋糕。别，左左，神奇玩具箱。我不干，他难道能把我的小蛋糕变出来吗？你试试嘛。哇！这里太好看了。东东，你快帮我在这里拍照吧。快来，这里我也要来一张。玩具箱把我传送到这里，应该不是让我给你拍照的吧？对呀，一定是送我来一张小蛋糕的。蛋糕？可是蛋糕在哪儿啊？想吃小蛋糕，需要自己动手做哦。啊，自己做？哎，这听起来很有趣啊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哇，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OK， 做蛋糕的第一步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先给蛋糕胚抹上奶油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先把芒果放上去，中间我们再放一层巧克力的夹心吧。最后一层啦，来给蛋糕封个顶吧。开始在奶油蛋糕上面画图案啦。哇，哇，哎，画完了。还有好多彩色的糖果，我们把它装饰起来吧。嗯，也太好看了吧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们亲手做的哦。不如我们带回去跟月儿、马叔还有七仔一起分享吧。那我们再做一点小饼干吧。好啊。这个饼干的材料准备好了。分别是黄油、鸡蛋还有面粉，各种饼干模具。第一步，把黄油跟糖粉打发。下面把面粉倒进去，搅拌均匀。揭开油纸，接下来把自己喜欢的模具印上去吧。我选的是库洛米，我选的是线条小狗。好多很可爱的饼干，现在要把它们送入烤箱喽。走，烤箱预热以后，把饼干放进去。哇，我们做的饼干出炉啦！打包带走吧。哇，打包好了，快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吧。玩具盒。